可是永清侯啊，我不要剃度啊，老和尚放开我啊！眼前嗷嗷叫的小子正是谢无忌，12年前魂穿金毛狮王谢逊的儿子，还不到满月就要被陈坤活活摔死。小崽子，我那傻徒弟谢逊可是让我来吃你的满月酒啊！哎，秦昊别搞了，我知道九阳真经在哪儿啊！我把你养大，传授你武功，以后叫你们父子自相残杀，岂非人间妙事？12年后，陈坤成了少林高僧，谢无忌也跟着成了小沙弥。带我前往昆仑，找到九阳真经。陈坤老贼，你给我等着！慧空，快过来帮师兄揉揉肩。来了，师兄。你小子天生奴才命，这次下山采购，赏你个鸡屁股。狗东西，若非等下就要跑路，小爷我早给你帮帮两拳了。去给师兄们拿点水来。他奶奶的，越想越气。反正今天要跑了，先收点利息。哎呦呦，水来了。不错，等下到了集市，慧空你还是去买面粉，师兄们在烧鸡店等你。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机会终于来了。他把车推翻，又撒了点兔子血，一个被歹徒劫杀的现场就这样伪造好了。嘿嘿。翩翩美少年，从此仗棍走天涯，昆仑我来了。谢无忌风雨兼程，沿着秦岭一路西行，走过去至少得3个月，如果能偷到一匹马就好了。援兵不下200，这可怎么偷呢？敌袭，敌袭，有反贼啊！卧槽，什么情况？都水了，都水了，关我屁事，正好趁火打劫。畜生，还认主了是吧？土马小贼，什么饭桶，又送装备又送钱，真是个大好人啊！嘿嘿，驾驾驾！连续半月风餐露宿抵达昆仑，谢无忌终于找到了和剧情中对应的地方。大法缘，吃我一棍！哈哈哈，九阳真经终于被我得到了。他仿佛天生就适合练武，超凡入圣的天赋，也许这就是穿越者福利吧。3个月修炼大成，张无忌可是用了5年，我果然是绝世天才啊。元兄再见了。这附近有个铸武连环庄，换身新衣服，吃顿饱饭，再借些盘缠，不过分吧。嘿嘿。朱大哥，小弟最近听说屠龙刀出现在浙东一带，引起血雨腥风，传闻得到它就能号令天下。我也听说了，只是我们远在西域，鞭长莫及呀。不如我们前去瞧瞧。庄主，庄主，何事惊慌？你不会敲门吗？不好了，庄主，有人强闯入庄，厉害得很，已经打伤了数个师兄弟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到这里撒野，带我去瞧瞧。就是你这臭小子来我连环庄闹事。庄主小心，此人武功很高，众师兄弟都不是对手。没用的废物，还要老子出马？怎么可能，武烈的功夫和我不相上下，竟然连对方一招都击不住。饶命啊少侠，您有什么事直接说就是了，咱们好像没仇吧。不先揍一顿，你们会好好和我说话。不知少侠光临病府有何见教，如能帮得上忙，朱某愿效犬马之劳。你让人备一大桶热水，一套新衣，小爷我要沐浴更衣，待会还要吃肉喝酒。好说好说，马上吩咐下人为您准备。少侠真是玉树临风，英俊潇洒，还未请教高姓大名。少林派慧海。原来是慧海小师傅，失敬失敬。味道不错。小师傅满意就好，薄酒寒宴招待不周啊。我听说朱庄主的祖上乃是南帝一灯大师的弟子。真是，不过我这后人无能，丢了先祖的脸了。祖传的一阳指你会吧？会，自然是会的，不知小师傅为何这么问？我想学，你教教我。怎么，莫非朱庄主如此小气不肯相授？非我不肯传授，先辈曾有一命，家传武学不得外泄啊。
什么破规矩，这世上的高深武学渐渐失传，皆是因为这些迂腐之辈敝帚自珍。何不把一阳指传我，带我行走江湖，将之发扬光大？不妥不妥，此事还需同掌。今天由不得你了，这一阳指你非传不可。我等以好生招呼，不成薄待于你，你还要怎样？把一阳指传给我，一切好说。贫僧慈悲为怀，一言九鼎。一切就依您的吧，我传就是了。早这样不就得了，真是犯贱。你们果然是大大的好人，不过我路上还需盘缠，两位何不慷慨解囊？我们这边去取，还请稍等。朱大哥，此子欺人太甚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哼，我有一计，快快说来。慧海法师，一点薄才不成记忆，还请笑纳。这是我家祖传的药酒，引之口掌功力妙用无穷，一并送给法师您了。我不给，凭什么给他？你疯了。慧海法师请勿见怪，此酒较为珍贵，我这贤弟不舍的勾爱也属正常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如此甚好，只求法师别再为难我们。好小子，任你武功再高，只要饮了我们的酒，便是必死。你过来，我说个事。大侠，饶命啊！你们在酒中下毒，又互相演戏，以为我不知。全是他指使的，和我无关啊。我本想放过你们，但现在就怨不得我了。离开连环庄后，他便一路施展轻功赶路，这也算是一种修炼。这西域昆仑，地广人稀，要是有马就好了。嗯，师弟，这小子衣着华贵，必是个富家公子。师兄，山郊野岭，我俩将之杀了，得了钱财，岂不美哉？既然这样，那我抢你们的马就毫无心理压力了。师弟，你看此人是否十分古怪？的确古怪，非僧非俗，我看他多半是个流亡在外的江洋大盗。好，咱兄弟二人今天就替昆仑派斩了此贼，为民除害。两个蠢货，装鸡毛啊！师兄，看来这小子是执意找死，咱们成全他吧。动手。小白脸，就让我这九阳真经领教领教你这昆仑的剑法。不清重生成金毛狮王谢逊的儿子，还不到满月就被程坤抓走当了小和尚，认贼作父十二年终于学会了九阳真经，但此刻有两个自称正派的昆仑弟子找到了你。草帽小子，看我昆仑剑法。花里胡哨，此人竟一招就杀了蒋涛，武功如此之高。大哥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饶了我的狗命吧，我保证再也不敢了。赶紧走，下次见面我必杀你。多谢大侠，多谢大侠。真巧啊，又见面了，你的马可归我了。离开西域，无忌一路向东，到达了崆峒山脚下的一处市集小镇。到底是先回少林找慧海报仇，还是去东南一带凑凑群雄争夺屠龙刀的热闹呢？师妹，将士弟弟嘛，怎会在此人手中？竟有此事，莫不是蒋涛那小子豪赌把马给输了？蒋高二人嫌我们一步出发，说好在此碰头，却迟迟未到，我看他们四处死了。带我去试探一下此人，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草帽小子，我且问你，我师弟蒋涛的马怎么会在你的手上？你可曾见过他？见过，我把他杀了。什么？你杀了蒋涛？好大的狗蛋，竟敢伤我昆仑派弟子！他们见财起意，预谋害我，我只好送他们一程了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昆仑乃是堂堂的名门正派，你休要在此血口喷人。此无对证，他想怎么说都成了。诸位江湖朋友，此人亲口承认杀我派弟子，我西华子今天就要他一命偿命，还请诸位做个见证。师兄小心，他敢承认杀人，一定不简单。一个黄毛小子能有什么本事？小子，我要你为我师弟偿命。就凭你这点功夫，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大言不惭。
师兄。丹田被废，内力尽失。草帽小子，你出手好狠，我昆仑记住了。昆仑三脚猫没意思。老板，韭菜他们付。此人必是魔教高手，年纪轻轻这等厉害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啊。此人金色草帽恐怕与那金毛谢逊有什么关系。我们快去通知掌门师伯，说不定谢逊那恶贼也在附近，想要趁掌门师伯大寿之日暗施毒手。中年是少林空性大师的徒弟元悟，另一人正是让无忌日思夜想的慧海。冤家路窄了，慧海秃驴，这十二年的羞辱今日我让你都还回来。元悟师叔，听说这崆峒五老乃是武林名宿，七伤拳绝技闻名江湖，怎么就被一个谢逊打上门枪走，看家绝绝，这也太丢脸了吧。住口，此处是崆峒脚下，被人听去了，岂不笑我少林教导无方，弟子不识礼数。我说的是事实吗？你给我闭嘴，出家人应当戒嗔慎言。是师叔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上山去吧。慧海废物一个，元悟实力最多比西华子高上一些，不足为虑。前面的可是崆峒派的朋友。二位是少林高僧，在下崆峒王经山，家师常静之。常静之，崆峒五老之一。原来是场老英雄的高徒，贫僧元悟，不知各位为何行色匆匆？两位从山下而来，可否见过戴金色草帽之人？金色草帽，说的不会是我吧？贫僧未曾见过。此人出手狠辣，方才在客栈中重伤了昆仑的西华子道场，很可能是冲我崆峒而来，两位务必多加小心。金色草帽，莫非是金毛狮王谢逊？不是谢逊，但肯定有关系。我崆峒与谢逊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就先拿此贼开开刀。崆峒七伤拳被我爹抢了一回，那我这个做儿子的也抢一回，不过分吧。元悟大师这边请，本派特意为两位准备了一株素叶。有劳了。师伯您先去，我有点肚子痛。假秃驴肯定又去开荤。这次和师叔出来真是太爽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好吃。是谁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你是慧空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蠢货，每个人都会死，但你肯定死在我前头。慧空，你个窝囊废居然敢打我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猜我来找你是为了干嘛的？该死，慧空这混蛋居然这么强。慧海，你羞辱我十二年，今日我就一笔一笔给你还回来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们是同门啊，元武师叔就在这里，你不要乱来啊。你欺压我和其他师弟的时候，可曾念过一点同门之意？慧空，求求你不要啊，我向你道歉，我给你磕头行不行？完了，慧海啊，你说我这第一刀先扎哪呢？救命啊。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，我这人可是很记仇的。我还是心软，这么痛快死真便宜你了。季师妹，许久未见，你可还好吗？嗯，多谢阴六哥挂念，我一切都好。原来是武当老六阴离亭和峨眉灭绝师太的徒弟纪晓芙。阴离亭似乎是个闷罐子，哼哼唧唧半天也憋不出两句好听的话。怪不得你个阴老六会被杨潇撬墙角了。纪师妹，你闻到了吗？怎么了阴六哥？少林的人。草帽恶贼。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没关系，待会揍的你就认识了。他身为金毛狮王谢逊的独子，却孝敬仇人陈坤十二年，终于练得神功，手刃了欺辱他的师兄，却也破坏了崆峒掌门的大手。草帽恶贼。草帽小贼。原来是武当阴六侠和峨眉纪姑娘，还请你们一齐出手擒住此贼，以免扫了关掌门的大寿雅兴。元悟大师，方才我们见到一具少林僧人尸体，想来是此人所杀。慧海，你这人行迹可疑，不把事情说清楚，今天绝不能走。这纪晓芙原著不是挺漂亮吗？脸上怎么会有疤呢？你与少林的慧海师父有何仇怨？为什么要这般残忍地杀害他？你是元真之徒慧空，你还认得我啊？元悟秃驴，放肆！慧空，你残杀同门，马上跟我回少林接受戒律堂的审判。
笑话，慧海平日横行霸道，怎么不见你出来替被欺凌的弟子出头啊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，今天我要为少林清理门户，毙了你这逆徒。那你就试试。季师妹，我们毕竟是外人，不便插手少林内部之事。孽障，老衲今天要替元真好好教训你。元真算什么东西？那老贼作恶多端，他才是少林逆徒。少林堂堂名门正派，居然出了这种离经叛道的恶徒。龙爪手，你和石头学了我的龙爪手？是你教我的，蠢货。什么，此子的天赋居然如此逆天，仅是看我使了一遍就学会了？看在你教会我龙爪手的份上，我不杀你。元悟大师，我今日只为杀慧海而来，其他人最好不要多管闲事。另外，我现在我已不再是少林弟子慧空，我的名字叫谢无忌。你说你姓谢？金毛狮王谢逊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快说。各位心里都明白，这种问题又何必再问？你果然与谢逊那恶贼关系匪浅。谢逊夺我空铜旗，伤拳谱，打伤我们师兄弟，这笔债今日就由你来替他偿还吧。你们五人是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来呢？数字狂妄，对付你老夫一人足矣。别避避，要上就上。哼，此子如此年纪，内力竟比我还高。此子内功远胜我等，按理说唐师弟早该落败了，为何二人交手却依然如此焦灼？难道他不像太过得罪那孔童，故而手下留情向我们伺候？这小贼是在趁机偷学你们的七伤拳，勿要中其奸计。卑鄙的小子，竟敢偷学我正派绝技！老贼，吃我一记七伤拳。师弟，和这种邪魔外道不必讲什么江湖道义，我们一起上，将其格杀，为武林除害。通同吴老浪得虚名，不堪一击，七伤拳这样的武学在你们手中简直暴殄天物。通同吴老的武功在江湖上只能算二流，强练先伤己后伤人的七伤拳，迟早把自己练死。无耻小贼满口喷粪，侮辱我空瞳，今日我等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空瞳四老联手，拳劲打在谢无忌身上，犹如泥牛入海，毫无反应。空瞳五老被一介小儿当众打败，空瞳派的脸面都丢尽了。这一阵风，戴草帽的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今日犯下大罪，必遭千夫所指，天下之大，绝无你容身之处。你要是不服，只管来杀我，若没这个胆量，就乖乖当个缩头乌龟。你该不会觉得这个样子在心上人面前很威风吧？你这位草帽公子，你虽打败空瞳五老，却未必天下无敌，总有一天你会为今日之事付出代价。世人皆知倚天剑在你峨眉，不知灭绝那老贼，你能接我几招？空瞳五老之一的官能，大寿之日自觉归西，谢无忌草帽小邪魔的恶名远扬，但他没工夫管这些，风尘仆仆一个月来到淮阳地区。待我夺得屠龙刀，就能跟谢逊父子相认，联手诛杀仇敌陈坤。听说了吗？屠龙刀被辽东的长白三秦夺去了。屠龙刀虽好，也得有命拿才行啊。不过这三个老家伙狡诈得很，夺得宝刀后便销声匿迹，不知所踪。别小看了天下英雄，我看不出三日必有其下落。长白三秦是什么？龙套路人，怎么没有印象啊？不过屠龙刀我要定了。哦。这小子以为自己什么人，他也配抢屠龙刀？回你娘的怀里吃奶去吧。各位弟兄们，
快！永宁县梅村一带有人发现了长白三秦的踪迹啊！永宁县梅村。屠龙刀是我们的，谁也别想抢走，再敢往前一步，全都得死。哈哈哈，海东青，你们长白三秦固然有些名头，却吓不到我。如此宝刀，你们竟想焚毁，简直是疯了。不想死的人纷纷滚开！今天屠龙刀非我们宰杀派不可。谁敢再靠近屠龙刀半步，我灭他满门！他在少林做了十二年的牛马，终于练得九阳真经，通红一战恶名远扬。恰逢此时，你找到了屠龙刀的踪迹。不想死的人通通滚开！今天屠龙刀非我们海沙派莫属。海沙派算什么东西？奔过我神全门了吗？他奶奶的！屠龙刀是我聚精帮的，杀一个不留。上百人混战，而长白三秦早就死在乱刀之下。一群傻子！我操！马上开船，否则叫你一命归西。留下宝刀。我看你往哪跑。这位朋友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屠龙刀不是你有资格染指的。有没有资格你说了不算，我抢到了就归我。好小子，老夫狠心赏你，可惜你不识时务，今天却是非死不可了。什么鼠辈，武这么严实，见不得光了。小子，今天就让你看看不知天高地厚的下场。七伤拳，这掌法凶猛无伦，你这是降龙十八掌。算你有眼力，没错，的确是降龙十八掌。这么说你是丐帮的人？何以见得？北宋时期丐帮帮主萧峰凭此掌名震天下，到了南宋年间，郭靖郭大侠又将之发扬光大，随后传给当时的丐帮帮主耶律齐。这与我何干？也是丐帮应该没有你这号人物才对，否则也不至于沦落为二流势力。哦，你放屁，我丐帮迟早会再次成为天下第一大帮。哦，承认了，你想夺取屠龙刀，得到号令天下的秘密，发扬壮大丐帮，对吗？好小子，套我话是吧？你只会这一招而已吗？我已经猜到你是谁了，丐帮高手不多，想必你就是现任的丐帮帮主史火龙吧。我算你跑得快。我操，不讲武德啊。放下宝刀，我留你全尸。你以为跑得掉吗？等我追上，定要一拳一拳将你打死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好啊，我看你能跑到哪里。想当渔翁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住手！三更半夜在此欲伤人性命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你是什么鸟人，敢来多管闲事？在下武当于代言。哦，你就是张真人之徒，人称武当七侠之一的于代言。江湖上的虚名而已，阁下武功不凡，何以出手这般毒辣，一言不合就要取人性命？大侠快救我，此人见我美貌，用强不成，便恼羞成怒，想打死我。堂堂大丈夫竟欺凌一弱女子，你太过分了。无忌也是一脸懵逼，脑海中想着原著的剧情。哦，好一个天鹰教的小妖女，真是狡诈如虎，今夜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。
啊，我的身份竟然被掩饰破了。邪魔外道天鹰教。于大侠，他说谎，我家就住在城外的梅村，我叫阿秀，村里的人都认识我。姑娘，你放心吧，于某不会袖手旁观的，定会护你周全。于大言，你是头猪吗？人家说什么就信什么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此乃武当弟子的本分。谢谢大侠，小女子感激不尽，若能生还，定以身相许。哎呀，这姑娘必是个好女子，我怎能坐视她被人欺负。大谢，我今天就揍你个猪头。龙爪手，你是少林弟子。素素，你没事吧？来者赫然便是齐兄鹰眼王。大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快拿屠龙刀，我们快走。蠢货，你被人家当枪使了。这怎么会？我给张三丰那老道一个面子，快滚。多谢阁下宽宏大量，今晚确实于某犯糊涂了，实在抱歉。这个少年小小年纪，武功居然如此之强，莫非就是前不久大闹空同派的草帽小邪魔？罢了罢了，还是尽早赶回武当给师父祝寿。天鹰教，我非把你山门拆了不可。白眉鹰王，我今天非要把你鹰毛拔了。他伺候仇人成坤12年，终于抢走张无忌的机缘，练成九阳神功。就在屠龙刀即将到手之时，却被天鹰教的小妖女殷素素偷走了。站住，前面是天鹰教总坛，再敢往前一步，格杀勿论。那我非要上去会会白眉鹰王阴天正呢。大胆，竟敢直呼我们教主姓名，拿下。总坛大殿内，一个精神矍铄的六旬老者，正是昔日明教四大法王之一白眉鹰王阴天正。恭喜教主天命所归，得到屠龙刀，我天鹰教必定称霸武林，无人可敌。此次我儿野王和我的宝贝女儿素素立了大功嘛。爹，这是我们天鹰教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，孩儿提议立即举办以各阳刀立威大会。正合我意，野王、素素，你们去办吧。教主，不好了。程坛主，何人打伤的你？禀报教主，有人强闯总坛，无人能接其施招。好大的狗胆，敢到我天鹰教总坛撒野，你可知那人姓甚名谁？那人未报姓名，戴个金色草帽，使得世少玲珑着手，共同击伤拳。诶，金草帽，爹，此人是为屠龙刀来的，昨晚我差点不能脱身，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大胆，敢找到天鹰教来。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如此少年英雄，你们速去将他请来，不得再动武。啊，爹，他打伤我们的人还是冲屠龙刀来的，你要以礼相待。野王，你的缺点就是太莽撞，江湖是人情世故，不是打打杀杀。无忌一路打上山，所谓的几个坛主也撑不过几招。阁下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天鹰教和你没仇吧？你们天鹰教抢了我的东西，我自当上门讨要。胡说八道，我天鹰教怎么会抢你的东西？这位少侠，我们教主有请。前面带路。少侠稍等，山路遥远，带我去取车。又换新车了？你那旧的品牌呢？我卖了，没想到开了2年的丰田卡罗拉，在瓜子二手车上还能卖 7.4 万，太爽了。瓜子是全国买家竞价模式，车放到平台后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没多久就卖出去了。这么快就卖了？当然了，最近一年汽车掉价特别快，一年就少好几万，想卖车千万别犹豫。听我的，现在就去瓜子二手车预约估价吧。在下谢无忌，久闻鹰王大名，今日有幸相见。小兄弟，你为何不趁老父为鹰教主，却称鹰王？别人认你是鹰教主，我却只认你是明教的白眉鹰王。放屁，我天鹰教早已自立门户，和明教还有什么关系？野王，不得无礼。小兄弟，你与老父一位故人长得很是相似，又自称姓谢，不知你与他是何关系？鹰王指的是谢逊吧？那是家父。什么？你是金毛狮王谢逊之子？老夫的猜测果然没错，你的容貌与谢逊兄弟真的太像了。鹰王，我今日到你们天鹰教来，可不是为了叙旧的。贤侄，你想要屠龙刀是万万不可能的，咱们也算是自己人了，不要让老夫难做啊。谁跟他是自己人？谢逊那家伙在江湖上到处杀人，为明教树敌无数，武林中人都把这些账都算到我们的头上来了。
小子，别做梦了，就算是谢逊亲自来了，我鹰野王也不给他这个面子。是吗？那我今天倒要领教一下天鹰教的厉害了。呸！你个小兔崽子，能不能指点一下我鹰野王？大哥，你可要为妹妹好好教训这小子。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教训这个小崽子。野王，万万不可伤了我的贤侄。金毛狮王谢逊武功盖世，小兔崽子你可别给他丢人啊。小鸡崽子，放马过来就是。你叫我什么？论辈分你起码得叫我一声鹰大哥。耶，我怎么感觉大哥不占上风呢？再看看这小子真是邪门了，为何招招握在他的身上如同石沉大海？难道他从娘胎里就开始练功了？你的路数我都明白了，不跟你玩了。真是英雄出少年，我输了。空瞳七伤拳，看来最近江湖传闻打死空瞳五老之一官能的草帽小邪魔就是你了。那老东西是自尽而亡，怎么变成我杀死的了？没有什么区别了，这笔账已经算在你的头上。无所谓了，令郎已败，不知鹰王是否也要赐教一番？凭你也配跟我爹交手？怎么，你要跟我是吧是吧？哼，贤侄真是英勇无畏，不愧为狮王之子，我这把老骨头就不跟你们年轻人比划了。那还真的是很遗憾啊，不能目睹鹰王老前辈您的风采了。贤侄啊，可否介意坐下饮杯茶水，和老夫聊聊天？前辈盛情相邀，晚辈怎能拒绝？你这么毫无防备地喝下我们的茶，就不怕有毒吗？大名鼎鼎的鹰王前辈怎么可能做出下毒这等卑鄙之事？素素，休得放肆。贤侄啊，你也别总是前辈前辈的，叫我一声鹰伯伯如何？不敢，我今天乃是为屠龙刀而来，您难道就只让我在这儿干坐着喝茶？贤侄啊，屠龙宝刀可是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啊。是啊，谁让我小小年纪就野心勃勃，贪婪无比呢？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贤侄何必要给我天鹰教使绊子呢？这老鬼给我来千里后兵是吧？这么多强攻，我必死无疑啊！贤侄，老夫不想伤你，你走吧。既然您下逐客令了，那晚辈告辞了。爹，干嘛让他走啊？我与谢逊虽有不和，却还不至于杀他的儿子，若真动起手来，只怕我们也会损失惨重。爹，你会不会太高看他了？我应天正这双眼睛看人还从来没有错过，谢逊有个好儿子，那羊刀立威大会照样举行，我们既然敢开这个大会，还怕有人来抢吗？好，那就定在下个月王盘山岛。我势单力薄，只能羊刀立威大会趁乱再去抢了。找到草帽小邪魔了，屠龙刀就在他身上，兄弟们上啊！屠龙刀不在我手上，再敢往前一步，死！这小子藏起来了，兄弟们上啊！他重生成金毛狮王谢逊的儿子，认贼作父十二年，终于习得九阳神功，还没仗剑走天涯，就遭到了全江湖的追杀。哪个孙子造的谣？屠龙刀在我手上，我踏马怎么不知道呢？大侠饶命啊！我只是个讨饭的，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。你有没有伤天害理关我屁事，你只需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。您尽管问就是了，小的一定言无不尽。我问你，近日为何到处都是丐帮弟子？他们是从外地来的吧？啊，这不说我就杀了你。这都是上头的命令，说让我们去散布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跟屠龙刀有关，让我们四处声称一个叫小邪魔的人得到了此刀。原来是那晚被我打伤石火龙搞的鬼，丐帮你给我等着。可以放我走了吗，大侠？可以了。此刻扬州官道上，一名魁伟雄武的中年男子，正是凶名赫赫的昔日名叫四大法王之一金毛狮王谢逊。草帽小邪魔也叫谢无忌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无忌没死，
程坤骗我的，当年一定是骗我的。啊，小邪魔，是那心狠手辣的魔头谢无忌来了。原来你就是杀死空潼关掌门的小邪魔无忌。去通知你们丐帮总舵，我草帽少侠来了。这是最新的能打卫星电话还能反向充电的华为 Mate 60 Pro 吗？小的受不得。你收下吧，反正我也是左下角免费领的。你这左下角是库存太少，还是我手速慢抢不到啊？我上次去抢都显示没库存了。是活动太火爆，并且库存太少，所以我换了新厂家。这次左下角仙魔技是给官方报备过资质的，真实有效，保证苹果华为人人升级都能领到。听说这次是每天都放送上万台手机呢，是真的不？没错，这次的华为 Mate 60 Pro 和苹果15 Pro Max 都是不限量的，每天每隔一小时就放送1000台手机，领取门槛大大降低，两台可以一起领到手。快教教我怎么领。认准这条视频左下角下载注册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花个榨菜钱充手充，立马的时节神装红武，3天500级手机轻松拿。丐帮的确是没落了，和天鹰教的教众比起来实在是差的太多了。我丐帮与你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，你为何要到我们的分舵来捣乱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丐帮做了什么事应该是心知肚明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完全不明白。屠龙刀在我手里，这个消息难道不是你们丐帮传出去的？这小子怎么知道的？简直放狗屁！你这是血口喷人。对，这与我们丐帮根本无关。大家一起上，为武林除害，为官找人报仇雪恨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丐帮怎么都是你们这种废物？怪不得会沦为三流小帮。你放屁！什么？说到底是谁让你们散步？我得到屠龙刀的消息。别杀我，是帮主，是我们帮主的命令。石火龙，这个石火龙不像剧情那么无能啊，居然如此工于心计，暗中图谋屠龙刀。与此同时，嵩山少林寺佛门清净之地内正发生着一场无比激烈的争端。空门方丈，谢无忌这个小贼将我爱徒西华子打成废人，他必须要偿命。少林号称东元武林泰山北斗，该不会是要包庇门徒行凶作恶吧？何掌门此言诧异，那逆徒慧空早已叛出少林，何掌门为何要纠集那么多人兴师动众扰我少林清净呢？空智大师说的倒是轻巧，谢无忌死贼作恶多端，天理不容，你们少林难辞其咎。旁边的三位老者也是咬牙切齿，赫然便是空同五老中的唐文亮、宗维侠、常静志。你们少林出了这等丧心病狂的恶徒，难道就没有管教不严之责吗？我关师兄惨死谢无忌之手，至今尸骨未寒，你们少林便是这般冷血无情吗？我昆仑派同样可以作证，四娘出来。那日在空潼山脚下的客栈内，谢无忌亲口承认杀了我两位师弟，我师兄只是上去问几句，便被他废了一身的武功。听到了吧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，铁证如山。速速交出谢无忌，否则你们少林必是名誉扫地，为天下英雄所唾弃。此事究竟如何处理，还请空文方丈给个定夺。阿弥陀佛。少林出了这等恶徒，实在是我佛门之不幸，空姓师弟，请你下山去擒住慧空这个逆徒，将他交给和掌门等人发落。是，方丈师兄。少林四大高僧见闻智信各有能耐，空姓武功最高。我听说那小贼最近出现在江南一带，就请空姓大师和我们走一趟吧。我空同也一起去，我要亲手杀了那小贼。今夜又是十五，我那便宜老爹强行修炼了七伤拳，伤了心脉，每到十五月圆之夜就会狂性大发。天鹰教的小妖女。好卑鄙的妖女，你们别管我，快去抓住她。哼，一群饭桶白痴也想抓到本姑娘。殷姑娘真是好手段啊，佩服佩服。谢无忌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别紧张嘛，我是来帮你的。
本姑娘还用得着你帮？你该不会是想英雄救美吧？还别说，你确实长得挺美的啊！臭小子，小小年纪就学人家口画画，长齐了没有啊？要不你帮我看看？哼，登徒子，小妖女，看你还能往哪里跑？无耻妖女竟然暗箭伤人，天鹰教果然都不是好东西。天鹰教不是好东西，难道你们丐帮就是好东西了？大胆，你是何人，竟敢对我丐帮出言不逊？你们丐帮到处宣称我得到了屠龙刀，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？什么？戴草帽的小子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否则老……反派死于话多，不清这次没给穿越者丢脸，完美继承了金毛狮王谢逊的狠辣无情。丐帮的高手也不过如此嘛。是吗？那你刚刚怎么跑得那么快？哼，他们以多欺少罢了，不过今晚真的得谢谢你了，不然我想要杀他们也要费不少力气。嗯，谢我？先别忙着谢我啊，你以为我真的是来救你的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要绑架你，接着问鹰王前辈索要屠龙刀做赎金了。你无耻，我可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正人君子。这么沉，你将来肯定能生儿子。你下流，谢无忌，我爹和你爹大有交情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我爹也很想要屠龙刀，说不定他还会赞成我的做法呢。你们父子俩果然是已经串通好的。我都没见过他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算了，江湖上的争斗到处都是，关我屁事。谢逊狗贼，今晚此处便是你的毙命之地。金毛狮王谢逊。哦豁，我的快递到了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华为 Mate 60，不仅可以打卫星电话，还有超轻百倍焦距，这次我们稳赢了。但这么多都是哪来的呀？我左下角可是多的是，不用抢直接就能免费领了，还是官方发货的正品新机。左下角都多少次了，不是砍一刀就是压根领不到。我的左下角可是真实送福利的啊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，上去没有你就直接卸载，领到直接24小时包邮到家。我这手速真的能发货吗？我都是验证过真实性才给大家推荐的，这些粉丝早都领到再晒了。还真能领啊，这苹果食物也是免费领的嘛。苹果15是我争取的最新粉丝福利，一人限量一台，抓紧去左下角下载。这么多东西会不会很难领啊？不难，你现在登录还能领个上古神剑3件就能秒 boss， 两天直升500级，手机领到隔天就到。行，我试试。十几道持剑的峨眉弟子将一个魁梧雄壮的男子团团包围了起来。今夜15正是谢逊的发狂时间。谢逊狗贼，贫尼要以你的首级祭奠我王兄方平在天之灵。师父，这个卧贼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，好生奇怪。敏君，你去试试看是什么情况。是，师父。长虹幻月。这招狮子吼是真的强啊，堪称群攻神技。恶贼，拿命来。谢逊此时完全由本能支配行动，几十个回合之后，灭绝师太已经看出了谢逊的情况。这恶贼不知为何浑浑噩噩，一身实力只发挥了50%，简直是天赐良机于我。狗贼，死在我倚天剑下，便宜你了。孤魂子在此，方知为剑下留人。哪来的无耻贼子，竟敢冒充我师兄？此人的内功为何如此诡异？我的峨眉九阳功遇上他的内力竟如泥牛入海，发挥不出半点威力。其实峨眉九阳功和九阳真经同出一源，只不过他是残缺版。七伤拳，你是空洞派弟子？老尼姑果然有点本事，怪不得能当上峨眉掌门。金色草帽，你是谢逊的儿子？不错，我正是谢逊之子，麻鸭派谢无忌。你就是杀死空洞关掌门的小邪魔？怪不得你也会七伤拳，原来你们父子俩是一丘之貉。是啊，我爹抢得拳谱，难道我就抢不得？你们父子俩简直就是武林败类，贫尼今天晚上便亲手送你们下地狱去向佛祖忏悔。老贼，你好大的口气，我看你没这个本事。无礼狂徒。老尼姑，立即住手，否则我让你的弟子命丧当场。恶贼，你敢？
我谢逊杀人不眨眼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谢逊，你也算是江湖上的一号人物，挟持几个小辈，难道不觉得丢人吗？我只要说几句话，说完自会放了他们。好，贫尼就给你机会，希望你信守承诺。你过来，孩子，过来，让我好好的瞧一瞧。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谢逊的声音都微微有些发抖，他害怕一切只是一场梦。谢无忌，你真是我的孩无忌。咱们的张狂模样不用多说，一看就知道你肯定是我老子。儿子。爹，孩儿有很多的事情要和您说，不过得先解决眼前的麻烦。好儿子，乖儿子，爹都听你的。灭绝，老子今晚懒得和你计较，现在我们父子二人要走，你们谁敢阻拦？我们走。无忌，爹真的想不到你竟然还活着。爹，当年程坤并没有杀我，他是想利用我对付您，好让我们父子相残。卑鄙的老贼，骗得我好苦啊。这老贼用心无比险恶，他想让我们父子永不能相认。无忌，你是如何得知这一切的？孩儿自小在少室山下长大，认识了一个扫地僧人。无忌编的故事大致也合理，谢逊对儿子的话那是深信不疑。在他老人家圆寂之后，孩儿自此流落江湖，直到今天与您重逢。好孩子，这些年你真是受苦了。爹，程坤这个狗贼杀我们全家，我向您保证，终有一天会亲手取他的性命，将他碎尸万段。好，我们父子俩联手，大可纵横江湖，何愁大事不成？爹，你知道程坤为何要杀我们全家吗？无忌，你似乎话里有话，说来听听。因为程坤这个老贼想要分裂明教，所以他不惜杀害我们全家，激怒爹您去江湖大杀四方。现在明教被称为魔教，就是因为程坤这个老贼在背后玩弄阴谋，挑拨离间。分裂明教，他与明教有何仇怨？这就关系到明教的杨教主了。杨教主失踪多年，毫无音讯，莫非与此也有着莫大的关联？杨教主的夫人是程坤的师妹，他们有一腿。无忌，此话可不得乱讲。爹，我可没有乱讲，这些都是少林那位扫地的老僧告诉我的。好，你继续说。有一次，杨教主正在总坛密室之中练功，却意外听见杨夫人与程坤在隔壁偷情，顿时走火入魔而死。什么？杨教主死了？是啊，杨夫人见丈夫已死，竟然持刀自尽。程坤痛失老情人，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想要覆灭明教。原来是这样，当年明教四分五裂，程坤突然从西域赶来找我，竟然私自毒计，害得我们一家家破人亡。爹，这跟你没有关系，都是因为程坤那个狗贼害的。无忌，恐怕要前往光明顶一趟求证了，我必须亲眼看看杨教主是不是真的死在了总坛。距光明顶万里迢迢，还是暂且不急吧。听说鹰王在东南创立天鹰教，若能和他同去光明顶取证，必能令教内众人都信服。孩儿近来为了屠龙刀和天鹰教闹下了不小的矛盾。什么？好小子，你也是来抢屠龙刀的？爹，你不也是吗？本来确实是，不过爹听说江南有个谢无忌，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去想屠龙刀啊？爹，你想不想知道屠龙刀的秘密？屠龙在手，我老爹天下无敌。老贼，你的倚天剑就留给我儿无忌吧。好贼弟。不清在倚天世界苟到12岁，终于与亲生父亲谢逊相认。倚天剑之中藏的是天下第一武学九阴真经，而那屠龙刀内则是抗金名将岳飞所留下的兵法武穆遗书。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当年郭靖大侠的遗愿，就是希望一位英雄之士取得刀剑之中的秘密，驱逐鞑虏，光复中原。若能得到屠龙刀，联合各地英雄纷纷响应，必然能够推翻暴元。可那屠龙刀孩儿差点得手，却被那白眉鹰王抢走了。无妨，明日上天鹰教总坛，见一见我那鹰二哥，想来为父还有三分薄面。啊，那个，刚才我绑架了鹰王的女儿，不过我离开客栈，那小妖女肯定已经跑了。臭小子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这屠龙刀我们即便想要，也不能强取豪夺，这样做太伤情面。孩儿全听爹安排。第二日天鹰教总坛，白眉鹰王收到弟子来报，他是一个人来的，回禀教主，还有其子谢无忌。这个小混蛋居然还敢来。爹，昨夜幸亏女儿机灵跑得快。爹，谢逊此来，恐怕是来者不善啊，我想我们还是不见得好。不见，这岂不是显得我应天正怕了他吗？走。英二哥，多年不见，一向还好吗？老夫最近的烦心事太多，不见得怎么好啊。英二哥，我这逆子行事冲动，无忌，还不快向英姑娘道歉。英姑娘，昨天晚上的事实在是对不住了。哼，
白眉鹰王见二人如此态度，也不再刁难。<笑>来，谢贤弟啊，你我也十几年没见了，上山去陪老哥哥喝两杯。好，正要语音二哥痛饮一番。<笑>殷叔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今天不是咱们高兴的日子吗？怎么一脸惆怅的？无忌，看到你年少有为，心中甚是感慨呀。婴儿都三十好几的人了，现在媳妇也没个影，我如今年事也高，没人传承我殷家家业。 这心里怎能不急呀？你殷大哥这些年都在潜心修行，都没时间跟其他的女孩子接触。婴儿文武双全，势不可多得的后起之秀。如果没人延续殷家香火，那可是二哥你一生罪过。你得赶紧想想办法。贤弟啊，你我都是江湖之人，这打大杀杀还嫌给人相亲，哪有办法呀？所以这才愁破了脑袋。殷叔叔，切莫着急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此话当真，如若贤侄能够办妥。 以后侄儿家碰到的难事，赴汤蹈火都要给他办成。殷叔叔，此话言重了，小事一桩，您看这是什么？这几个都是爱聊的女生，个个性格乖巧，条件也好。哎，聊，这是何物？能解决我家婴儿大事吗？殷叔叔，你放心，爱聊可是上亿用户的交友平台，现在从我左下角进去，马上先匹配同城附近的，赌真人真心来找对象，有合适的就直接聊，谈不成就当聊天解闷，还没什么套路，就适合殷大哥这种圈子小、有事业心的男生。好好好，这可是解决了我殷家头等大事呢，我得赶紧让婴儿点左下。 当年明教的四大法王情同手足，交情是真的不错。贤弟啊，只要有我殷天正帮得上忙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就是。婴二哥，屠龙刀暂且不提，我这里有了阳教主的消息。什么？贤弟，你快说！谢逊把谢无忌的话原原本本的向殷天正复述了一遍。是真是假，我们只需要介入禁地密道一看便知。进入禁地密道是一件大事，以老夫之见，必须召集光明左使杨萧、符王、吴散人、五行旗主等高层共议。这些老兄弟我已多年没有联系，恐怕还得麻烦殷二哥了。如果当时胆子大一些，进去密道看一看，说不定明教各部就不会分裂了。如今也不算晚，我明教定能恢复往日风光。 近来我天鹰教中事务极多，那彭莹玉和周子旺在元州起兵反元，我天鹰教须得前去为他们撑撑场子。原来殷二哥这些年一直都在致力反元事业，余弟真是惭愧万分。元庭经记述一记，咱们明教的弟兄只需万众一心，早晚能够将他们赶回漠北草原去。好，如此才不违背教主势力明教的初衷。贤弟，有一件事，老哥哥我可得拜托一下你了。 婴二哥，但说无妨，我得亲去元州一趟。王盘山岛阳刀大会一事，我想请你到场坐镇。爹，这样恐怕不妥吧？没什么不妥的，你谢三叔和我是多年的好兄弟，难道我连他还信不过吗？此事我看还是你不必多说了，相识多年我没求过你任何事，这次可否给我一个面子呢？那行，此事便交给我了。当天父子二人就在天鹰教落脚住下了。无忌。 依你之见，灭绝那老尼姑为什么会千里迢迢赶到这边来？当然是为了屠龙刀了。碰上你纯属意外，灭绝做梦都想刀剑，何必得到九阴真经？你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这九阴真经与其让那老尼姑得到，还不如归我们父子俩。老谢，你想想倚天剑。不错，屠龙刀现在在天鹰教手上，爹又答应了鹰王，总不能出尔反尔。 老谢，如果你是想得到九阴真经提高武功，孩儿这里倒是有一门不比九阴真经差的武学，可以传授给您。我可是你的老子，你传武功给我，这像什么话吗？老谢，你也太迂腐了吧！我只是把它交给你，不用拜师。为父就看上九阴真经了，你的功夫还是自己留着用吧。那好吧，老谢，闲来无事，咱们去看一看屠龙刀怎么样？行啊，正好爹也想见识一下能让人成为武林至尊的宝刀是什么模样。 这刀其实没什么好看的，等阳刀大会再看也是可以的。殷堂主，你慌什么？我爹已经答应你家了，就不会反悔。哼，我若真要抢的话，你们也没办法。好吧，那你们跟我来。师父，我们的弟子打探到消息，白眉鹰王殷天这里开了天鹰教总坛，你们可以确定吗？千真万确，弟子以性命担保。 很好，今晚我要夜探天鹰教总坛。师父，这会不会太过冒险了？除了阴天正，整个天鹰教无人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我还有倚天剑在身。好刀啊，好一把号令天下的屠龙刀！灭绝老尼姑，你现在在哪里呢？老子真的很想你的倚天剑。师王，既然如今您全权坐镇王盘山岛，不知您可有何吩咐？大侄子务必加强戒备，当心有小小之徒觊觎宝刀。 哦，我这便去。我呢？谢三叔，你不安排点事给我做吗？想要事情做还不容易，明晚上手这屠龙刀。哇，这也太无聊了。
那你陪我去练功，正好我的一阳指还不太熟练，让我戳两指如何？呸，下流。夜晚时分，谢无忌练了大半天的一阳指已是大有精进，还真有不怕死的赶来。怎么回事？为何我提不起一点劲？这悲苏清风之毒果然厉害，倒是为我省了不少的力气。卑鄙的鼠辈居然下毒，跟你们这些魔教妖人难道还需要讲堂堂正正吗？老贼你可让我好等了。老贼你，原来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也会使用毒药，看来不比我们魔教高尚到哪里去啊。谢逊狗贼，金毛狮王做梦也没想到今晚居然能蹲到来偷刀的灭绝师太。谢逊屠龙刀在手，那草帽小邪魔定在附近，看来得先走了。嘿嘿，老贼你，我看你往哪跑。你们早就设下了陷阱。谁让你这么贪啊，有了倚天剑还不够，还想要屠龙刀。凭你要走，你们谁能阻拦？哼，想走手里拿着一把倚天剑就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堂主李天元听见几人的交谈，也是知道了来者的身份。原来是峨眉灭绝师太，名门正派也不过如此，手段卑鄙，浪得虚名。对付你们这些魔教妖人还用讲规矩？说得很好，李堂主，既然他不讲规矩，我们比他更卑鄙不就行了？我的好儿子，你想怎么个卑鄙法？咱们生擒了这老尼，废了他的武功，在羊刀大会上让武林群雄欣赏一下奇宿袍僧衣下的老年春光，岂不十分精彩？好，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。小畜生，安敢口出污言，贫尼要将你千刀万剐。果然是把无坚不摧的好刀，这父子二人联手，我必定凶多吉少。哼，想逃。一阳指，好强的内力。老尼姑，你要剑还是要命？或是两者都不要了？魔头，你妄想，贫尼就算是死也不会屈服在你们的淫威之下。这么硬气，老爹打视频电话摇人。这些年流浪哪还有流量打视频电话，在江湖浪迹这么多年，没流量怎么办事啊？你换我这张电话卡吧，月租才19，每月就有135G 高速流量，刷视频看剧毫无压力，流量多到用不完。135G 月租才19，靠谱吗？我还能诓你啊，现在办卡还能试用一个月，首充50还能得170元话费，而且收货地就是归属地。想要的朋友点左下角就能领卡，全国包邮到家，真心好用才推荐，兄弟们领张当副卡也不错啊。好啊，那我领一张去。老贼你，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这倚天剑就算扔下悬崖也不会给你们这种魔头。我操，无忌不要。老谢，倚天剑到手了。你小子快拿过来让我瞧瞧。剑身自有一股非凡之威势，倚天在手，灭绝师太的战斗力起码要强上一倍。果然是把好剑，真不愧是与屠龙刀齐名的存在。现在归我们所有了。狮王，这老贼你下的不知什么毒，劲道还真不小，要不是我躲在密室里，说不定也中招了。狮王，无忌，今晚真是多亏了你们。无妨，李堂主不妨下去休息，今夜就由我父子来看守吧。那就多谢二位了。密室内，父子二人完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色。无忌，这刀剑之中的秘密该如何取出来？毁去刀剑得不偿失，那铸剑工匠在手柄位置留了软铁缺口，只需用另一把兵器割开就能取出铁片。无忌，你小子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儿子，我是天授机缘，这有什么可稀奇的？很快，父子两人小心翼翼地分别切开刀剑上的软铁位置，便是将两块黑色铁片取了出来。就是这个东西，就在桃花岛，按照地图方位就能找到九阴真经和五目遗书，还有降龙十八掌的掌法精义。那好，距离阳刀大会还有十几天的时间，我现在就去桃花岛。老谢，你急啥啊？早去早回，以免夜长梦多啊。那你自己去吧，我可懒得奔波。你不想亲自拿到九阴真经？我练的内功并不比九阴真经差，已经足够我受益终生了。好吧，那爹可就自己一个人去了。现在就走，天都还没亮呢。我才没耐心等到天亮，越快越好。大清早的，你干嘛呀？
少林、崆峒、昆仑三派的高手均已出现在江南，狮王不在，这么多高手我们恐怕难以应付。慌什么，我就不信他们还有胆子杀上你们天鹰教总坛来。我怎么不慌，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狮王忽然玩失踪。我爹他去办点私事也就去两三天。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只顾着私事，我看你们父子俩根本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我们父子做事何须你指手画脚，我们可不是你天鹰教的下属。你怎么，你还想跟我动手了？无忌兄弟，我大哥他绝没有看清狮王和你的意思，我替他向你道个歉。算了，我不和粗人计较。李堂主让我请你过去议事。那走吧。总坛大殿，只见李天元、鹰野王还有程朝风、长金鹏、白龟兽等五坛的坛主都已在此。人都齐了，那便开始吧。如此重要的事，狮王都能缺席，这算什么人齐？长坛主，狮王是办重要的事去了，昨夜若无狮王，屠龙刀恐怕就要易主了。万一他短时间内回不来，那羊刀大会的事可就很棘手了。请诸位放心，他要是不回来，那就让我来对付各大派。如今昆仑、崆峒、少林、峨眉的高手都来了，就算你武功再高，也不能以一敌众吧。峨眉我看是不会来了，除非他们想自取其辱。这是倚天剑。不错，正是倚天剑。昨晚灭绝那老尼姑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不仅被狮王父子二人联手打成重伤，连倚天剑都丢了。昆仑、崆峒和少林三派他们都和我有仇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冲你来的？无忌，他们冲你来就等于是冲天鹰教来，我们自当一同面对。在外人眼中，谢无忌就是魔教弟子，和他们完全是一伙的。一群庸才货色也敢来向我寻仇，找死。魔头，你敢不敢丢掉倚天剑跟贫僧一对一公平决斗？蠢秃驴，天天念经把脑子念傻了，你怎么不直接站那不动让我砍两剑呢？重生倚天，不清竟成了谢逊的儿子，还不到满月就差点被程坤摔死，认贼作父十二年终于得到了倚天剑。无忌小弟，能不能把你的倚天剑借给我瞧一瞧？谁是你小弟，不要乱叫。好吧，那我叫你谢公子可以吗？想看我的剑也不是不行。这小子该不会是要提什么很过分的要求吧？也不是不能考虑。你回床上眼睛一闭睡着就能看了。混小子，故意消遣本姑娘是吧？是你又能怎样？下了阴科顶之后，无忌直接背着倚天剑招摇过市。你们快看，那不是灭绝师太的倚天剑吗？开什么玩笑，倚天剑不是在灭绝师太手里吗？小二，请你给我们开四间房，等下再送些素食和茶水过来。好嘞，师太，各位里边请。这不是峨眉派的弟子吗？快看躺着的那个好像是灭绝师太啊。看什么看，没见过倚天剑吗？滚。谢无忌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静玄，咱们走。哪个想要倚天剑的只管来拿就是，正好我还没用他引过血。无忌少侠，对方人多，需不需要回天鹰教摇人啊？不用，我打电话叫人。少侠，你手机看起来不错啊。这是我在左下角免费领的华为 P70 Ultra， 我特意选了个绿色的，你看发货记录都还在这呢，好看吧？好看是好看，但是左下角不都是要靠运气才能抢的吗？不看运气，只要从我视频左下角进去上线就能看到手机领取页面，看不到直接卸载，随便升升级就能领。还有苹果15 Pro Max 和 iPad Pro 可以选，不少粉丝都领到了。那升级会不会很难啊？不难，这个手游可以自动挂机升级，我这个还是内部极速链接培养手冲送的神级坐骑，搭配私人女仆助理升级快10倍。快教教我怎么领吧。你直接点左下角三秒下载好，注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等级一到华为苹果全部拿下，24小时包邮到家。那我们也去试试。峨眉都被羞辱走了，酒楼众人都寂然无声。武当阴离庭在此，今天定要讨教阁下的高招不可。阴六阁，你千万别冲动。这魔头欺人太甚。怎么了，你个阴老六难道还想教训我不成？上回在崆峒山怎不见你有如此胆量？谢无忌，你为何要抢夺峨眉的镇派宝剑？倘若你还有点良心的话，就应该让他物归原主。老子靠本事抢到的倚天剑凭什么还？只能怪灭绝老贼你没有本事保不住此剑。你敢侮辱师太，简直是岂有此理。你不服，我给你机会，来吧，我看看你的武当剑法有几成火候。六哥别冲动。弹性不错。阴贼，敢辱我未婚妻，我杀了你。
妃子为何不出剑？你还不配呢！口出狂言，今日我必杀你！武当剑法精妙绝伦，冰离亭大怒之下绝招尽显，但无忌只是抵挡。冰六哥，快点停手！这个小魔头是在趁机偷学你的剑法。不可能，我只用了一次，他就能记得住。聒噪的女人真是多嘴。妩媚。好一对痴男怨女，只怕你们之间不会有好结果。无忌潇洒离开，武当剑法他已经学会了。恶贼，我因离庭与你势不两立。武当剑法真不错，张三丰真是学究天人。慧空，你这个孽畜果然是魔性不改，竟敢偷学武当剑法，你简直就是武林败类，少林之大耻。来者阵容堪称豪华，昆仑派和太冲、崆峒派三老，少林的空性元物。元物失职，此人就是谢无忌，金毛狮王谢逊的儿子。不错，正是此贼，还请空性师叔出手，送他进阿鼻地狱。冲哥，此贼手里拿着倚天剑。太好了。就在空性要出手时，昆仑的何太冲夫妇直接拦住了去路。何掌门，你们这是何意？不必劳烦空性大师了，我只是想亲手为弟子报仇。打了老小，来了老的，昆仑派都是一群浪得虚名的无能之辈。岂有此理，甘淼是我昆仑派，今日本掌门要你成为我的剑下亡魂。两仪剑法。这个小贼居然得到了峨眉的倚天剑。咱们六大派同气连指，今天说什么都要为灭绝师太夺回此剑。两仪剑法不过如此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了。武当剑法横扫天君。想杀我，我先杀了你们。小魔头，且让贫僧来领教你的高招。何掌门，你没事吧？此子断不可留，否则他日六大派必然大祸临头。难道真是魔长道修？老天怎会如此眷顾魔教？这边无忌仗着倚天剑，空性根本进不了身。魔头，你只会靠倚天剑这种外物欺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蠢秃驴，天天念经把脑子念傻了，你怎么不直接站在那里不动，让我砍两剑呢？快去助空性师叔。咱们野上今日就叫这个小恶贼丧命于此。什么狗屁，少林空瞳一起上也不是老子的对手。小贼羞狂，今日你断然没有活路可走。蠢秃驴，那我就先送你上西天见如来。元悟师侄小心。哪知谢无忌这一喊只不过是虚张声势，实则目标是空性。老家伙，这次你们谁还能挡我？元悟，元爷，空性师叔救我！分头跑！一群无胆鼠辈，以后见了我谢无忌，最好绕道走。谢无忌，你小子可真是能惹是生非，又把少林派的人给杀了。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嘛，我才刚回来。外面都已经传遍了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他们怎么传我？说你这个小邪魔心狠手辣，残杀昔日的同门长辈，毫无人性之类云云的。那些鼠辈仗着人多势众想杀我，结果被我反杀了，是他们活该而已。现在各大派的人都记恨上你了，总之这段时间你别出去了。空性大师的伤势如何了？还死不了。阳刀大会我们是否还去？当然要去。可是凭我们的实力恐怕难以对付那小贼。不怕，前几天我们夫妇曾遇见武当的宋远桥、于代言、张翠山几位，他们就在附近，我们可以请过来助阵。你们若是还识得什么人物，尽可请来共同讨伐谢逊这父子。小人见过空性大师、合掌门前抗力以及孔同的三位前辈。你是？在下丐帮杨二狗，我们十帮主有请诸位前往江南分舵一聚。丐帮使火龙，我们帮主也想对付小邪魔，相信几位一定会有兴趣。好，我们去，就劳烦阁下引荐了。你是何人？终南山下活死人墓。你是神雕大侠杨过的后人？不清仗着倚天剑打退三大派，
丐帮石火龙趁机向古墓派摇人。在下丐帮石火龙，久仰诸位大名。石帮主，客套的话就不必多说了，直入正题吧。我丐帮跟那草帽邪魔也有仇，相信各位已经在他手上吃过亏了。这小贼的武功本就邪门，加上倚天剑，更加难以对付了。不知史帮主有什么妙计？我看史帮主的武功也难以伤那小子一根毫毛。诸位可是在担心本帮没有足够的实力对付那小草帽？现在的丐帮可不是靠人多就能打赢的。不知各位可曾听说过终南山下活死人墓？莫非就是百年前曾精明镇一时的古墓派？多策，正是古墓派。相信神雕大侠杨过与小龙女前辈两人的大名各位也都听说过。据说杨过大侠夫妇退隐江湖之后，就在无音讯了。史帮主莫非认识古墓派的传人？不瞒各位，我丐帮前代黄蓉帮主和古墓派关系甚密，这些年一直都有来往。莫非史帮主已经请到了古墓派的传人前来助阵？神雕大侠杨过的后人已从终南山出发，在天鹰教的羊刀大会开始之前，他老人家是一定能赶到。贫僧愿听史帮主的安排。我们昆仑派也同意斩妖除魔，人人有责。此时另一边，无忌正和鹰野王兄妹还在整着小烧烤。最近王盘山岛的江湖人越来越多了，大战不可避免，可是我等最近却没有用这顺手的法器。这个你拿去，昆仑玻璃造的嘎嘎抗造，还能在武林各地都连上卫星做远程通信。华为梅特六零部还是顶配新机。没错，想要可以去我左下角修炼升级免费领挂挂机，两三天就能到手，先到先得。我怎么只领到了苹果？无限量的苹果15 Pro 和 Mate 60 Pro 都是保底福利，左下角还有这么多都配套送的。这最新款 P70 是从我左下角下载才有的专属福利，2000台先到先得。这进入了也没有 P70 啊，你得注册啊，这不就有了。真是啊，还有客服姐姐来邀请选配置啊。最开始很多人都不信，后来在左下角随便试了试就都领到了，而且这高爆服上线就送 VIP 百倍经验加成，随便挂机修炼一下就能飙升500级，花不到一包榨菜钱，独享全服资源，领手机超轻松。我这就去下载修炼领台 P70 玩玩。还有一人，石某也想请诸位朋友见一见他。只见一个面容冷峻的灰衣老者抱着剑从后堂走了出来。莫非这位就是昔日丐帮四大长老之首，江湖上号称八臂神剑的方东白？太好了，有方东白长老和古墓派的前辈相助，此事必定是万无一失。方长老，这次的事就劳烦您大驾了。别忘了答应老夫的条件。放心吧，方长老，只要谢逊父子一死，一定都如您所愿。史帮主答应了方长老什么条件？方长老想要倚天剑。这倚天剑可是峨眉的镇派之宝，你们丐帮难道就不怕得罪峨眉吗？哼，倚天剑原本就是我黄蓉帮主的兵器，谁敢多言？八臂神剑方东白这些年成了汝阳王府的走狗，这次来是奉了汝阳王命令南下搅乱武林。天鹰教竟敢扩张势力反元，那就都别活了。师叔，这次的羊刀大会很棘手啊，我听说还有人见过武当的宋远桥，就差一个华山，六大派的人就来齐了。无忌不是打伤灭绝抢了倚天剑，昨日又杀了三个少林和尚吗？这可大大的挫败了他们的锐气。我看只会激化矛盾，让他们更恨我天鹰教。我们和六大派之间本来就是敌人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师叔说的有道理，倒是我顾忌的太多了。野王，我看你得向无忌学学怎么当一个魔教弟子。这小子确实够狠的，我不如他。这小子前途无量，师王真是生了个好儿子。希望师王快些回来吧，否则羊刀大会那天我们可镇不住场子。这二人还在翘首以盼，殊不知师王今夜已经回来了。这两本是九阴真经，这本是武穆遗书，这个是降龙十八掌掌法经义。老谢，你如果能练成九阴真经，放眼整个江湖，恐怕就只有武当的张三丰能与你掰掰手腕了。这真经确实厉害，当年华山论剑，中原五绝那等盖世高手都为了这本经书拼得你死我活。这是岳飞将军所留下的武穆遗书，他日我们明教义军与袁廷达子开战，拥有此书相助，必然是如虎添翼。小小年纪竟然就已经着眼于家国天下之事，博而无忌，刘大帝之姿。老谢，这降龙十八掌可否让孩儿参详数日？傻孩子，爹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。降龙十八掌需要强大内力支撑，这正好跟谢无忌的九阳真经契合。抗龙有悔。这降龙十八掌的招式简单，全凭劲猛力大，以是压人取胜，实在太合我意了。
江南，一个热闹繁华的市镇之中，一名八九岁的黄山女孩兴奋打量着从未见过的市井风光。原来山下这么好玩呀！爷爷，你怎么从来不带我出来？天天待在黑漆漆的古墓里，我才不喜欢。你个小跟屁虫，整天就知道玩。爷爷这次下山是要办大事的，你最好给我安分点。臭爷爷，我才不理你！这次我一定要玩个够再回去。倚天剑、屠龙刀齐聚王盘山岛，这注定会是一场血雨腥风。晚辈石火狼拜见严老。你这小子好大的阵仗，少林、昆仑、崆峒的人都被你给请来了。魔教师大，晚辈此举也是为了天下苍生，为了黎民百姓。我只出手一次。有杨老出手，那魔教定望风而响。晚辈已安排好住处，请您一驾前往歇息。这位杨老前辈深不可测，贫僧只在武当派的张真人身上有过这样的感觉。果然真不愧是神雕大侠杨过的后人。恶贼谢逊跟那草帽小邪魔，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。严恩老，晚辈已让人去准备了些粗茶淡饭。火龙啊，且不忙着走，先听老夫说几句。是，严老请讲。你有野心，想借助这次的机会把丐帮发扬光大，所以才答应下山为你撑场。但你不要忘了郭大侠和黄帮主的遗志，驱逐鞑虏，光复山河。晚辈一定不忘初心，是以驱逐鞑虏为己任。说起来，那天鹰教也一直积极反援，你们竟要斗个你死我活，不免可惜。那天鹰教脱身于明教，残忍好杀，恐怕只有你死我活的结果。无忌，狮王呢？他可有空了吗？他正在练功，你和我说就行了。有弟子打探道，那时火龙请来了一个绝顶高手，听说是来自终南山的活死人墓，是个七旬年纪的老头，姓杨。活死人墓，姓杨？怕什么？我只恨自己晚生了几十年，不然一定要和神雕侠杨过较量较量。你小子还真是有够狂的。无忌刚学会降龙十八掌，谁料丐帮竟请来古墓派杨过后人下山，无忌只能冒着风险冲击九阳真经最后一关。然而最坏的是，他的灭门仇人陈坤此刻也来了江南。贫僧少林远真，听说我空性师叔在此做客，不知可否劳烦前去通报一声。这位大师，请您在此稍等。谢无忌这个小崽子真的是养虎为患，当初就应该把这小崽子狠狠掐死算了。远真失职，你怎会在此？师叔，你的手臂是被那个小贼一剑砍断的。空性师叔，你放心，弟子这次来就是拿下这个孽徒，送到你的面前自尽谢罪。元真失职，那小贼的武功非同凡响，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师叔夺虑了，他现在在何处？应该是在天鹰教总坛吧。这小子说要练功闭关，我趁机把倚天剑偷过来瞧两眼总行吧。别出声，否则老那就杀了你。什么情况？殷素素，这小娘们骗我呢，不是说这里没人吗？别在这时候搞我啊。臭丫头，老那且问你，谢无忌那小子在何处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当老衲是白痴？别逼老衲辣手催谎。别杀我，我带你去就是了。这还差不多。陈坤封了他的雅穴和全身功力，神功就要大成，此刻不能打扰，我得打电话摇人帮忙。你换新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早卖了，我那台小米13放转转上回收了1800多呢。这价格还可以啊。对呀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笔记本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我去门口守着。这个声音，陈坤老贼。再忍忍，先冲关。这边的陈坤已经在殷素素的忽悠下越跑越远。小贼你好没好啊，我快装不下去了。谢无忌到底在呢？怎么还没有到？就快到了，前面转个弯。这个地方刚刚不是来过了吗？你敢耍老呢？陈坤老贼，我恨不得生饮你血。慧空，你真是有出息了，竟然敢对师父如此不敬。老畜生，你也配当我谢无忌的师父？你果然已经知道了身世，是谁告诉你的？没有谁告诉我，自你把我从家中带走的那一天起，所有的事情我通通都知道。这不可能，当时你明明只是个婴儿。陈坤，今晚我要以你之血祭我谢家一门十二口在天之灵。倚天剑，该死，这小崽子的内力怎么这么强？走为上计。你跑不掉的，老贼，今晚就是你毙命之时。
这边的爆炸声响也是惊动了天鹰教众人。素素丫头，狮王，快去救无忌。无忌怎么了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可恶，这小崽子究竟是跟谁学的武功，怎会如此厉害？陈坤老贼，废物东西，等你死了我用个龟壳给你装骨灰。小兄弟别追了，就此罢手吧。哪来的撮鸟敢碍小爷办事，飞龙在天。降龙十八掌。这小邪魔的内功竟然达到了如此前无古人的地步。我九阳神功都大成了，此人进步逊色于我。你就是近来江湖上凶名赫赫的小邪魔，这等年纪，这样的功夫，往前五百年，往后五百年也不会有第二个了。别以为夸两句就会给你面子，老家伙，你是什么来历？敢报上名来吗？你很狂啊，小子，老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杨义天是也。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神雕大侠杨过的后人。先父一点虚名，不值一提。你是杨过的儿子？小子好不礼貌，竟敢直呼老夫先父之名。莫非你爹是皇帝老子？旁人犯不得忌讳。你这小邪魔好没规矩，怪不得到处惹是生非，树敌无数。你这老鬼，坏我的大事，放走了杀我全家的仇人，还妄想让我好言相待。杀你全家的仇人，据老夫所知，那元真不是你的师父吗？你知道个屁，既然你今天放走了陈坤老贼，就先带他去死吧。陈坤跑掉后，再想找到可谓是难上加难。想要老夫的命，武当的张三丰如果在这，兴许还有资格说这种话。老东西口气挺大，震惊百里。降龙十八掌，通同七伤拳，大理一阳指，少玲珑爪手。小子，你的武学天赋真是万中无一。老东西，你也不赖。那些六大派的所谓高手通通都是废物，我从来没打过如此畅快淋漓的一战。好生奇怪，这个与无忌打斗的人怎么会是杨教主的独门绝技大救天手？杨一天越打越是心惊，局势进步焦灼，双方已经是大分胜。小子，就此罢手如何？我们之间再打三天三夜，恐怕也分不出胜负来。你放走了我的仇人，现在打不过我就想跑。老夫又不知那元真是你的仇人，这怎么能够怪老夫呢？什么？陈坤来了？老谢，我遇见陈坤了，可惜这老东西拦路，让他给跑了。阁下是什么人，竟如此多管闲事？老夫只是受那少凌空性之托前来救元真，你们的恩怨老夫不感兴趣。还装逼，我揍死。敢问阁下与碧教阳教主是何关系？为什么会是他的大救天手？你认错了，那分明是我古墓派的绝学黯然销魂掌。你怎知我说的是哪一招，便如此断定不是大救天手？说不是便不是，后会有期。这人有些慌张，似乎对爹提出的问题急于否认。罢了，毕竟只是个猜测，你和魏副叔叔今晚发生的事。孩儿今晚正在突破之际，幸亏殷姑娘引开了陈坤老贼。素素丫头，他快不行了，